我是记忆家，我们今天记忆温州城市的知识。有很多国外的移民啊，都是温州地区的人。温州人做生意也特别棒。我们记忆一些关于温州城市的知识，编成四句话。第一句话：山如北斗，城似锁。温州城市的地形呢，好像北斗七星一样，所以温州啊又简称斗城。古时候呢，温州简称为瓯。第二句话：筑城白鹭，衔花过。据说温州这个城市在建筑的时候，由白鹭衔着一朵花过去了，所以呢，温州又简称鹭城。筑城白鹭，衔花过。四区五县两县市，到2018年末，温州市辖有四个区，两个代管的县级市，还有五个县。四区为鹿城区、龙湾区、瓯海区、洞头区。二市为瑞安市、乐清市。五个县为永嘉县、平阳县、苍南县、文成县、泰顺县。榕树茶花谁叫死？温州市的市树是榕树，市花是茶花。温州人称谁，用温州话发音，用温州话来说谁就是死。如果请你喝水，喝水就是哈死，哈死。这就是温州话，哈死，哈死。不过这个哈呢，声音要重音一点，低沉一点，哈斯，念第二声，哈斯。这就是关于温州城市的一些基本知识。山如北斗，城似锁，筑城白鹭，衔花过。四区五县两县市，榕树茶花谁叫死。我是记忆家，记忆温州城市的知识。咱们今天就学到这里，拜拜。